有过痛苦，方知众生痛苦；有过执着，放下执着；有过牵挂，了无牵挂。这一路，我杀的妖，降的魔，全都是为了他。世上最难过的关，是情关。他放不下一个人。这个女人真的是妖精，他们串通好来害你的。真的没有妖怪。打我。你不打死我，我就打死你。你居然为了一只妖精打我，臭猴子！那你就别忍了，干脆干掉他。你们给我听着，不要再叫我臭猴子。我欠他的，我早已经还清了。他欠我的，也不必再还。是不是我喜欢的女人都要像段小姐那样死在你手上？从今往后，你我师徒二人恩断义绝。这个世界不是朋友，就是敌人。